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5度。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在来意28度。三地门乌台马家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7度。高雄的桃园那马家茂林最低温在桃园10度，最高温25度。嘉义的阿里山地区气温落在10到22度之间。南投的仁爱、鱼池、水里、信义最低温在仁爱7度，最高温22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气温落在12到22度之间。苗栗的南庄、狮潭、泰安最低温14度，最高温21度。新竹的关西、尖石、五峰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1度。新北的乌来、桃园的复兴区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1度。宜兰的原乡地区大同、南澳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3度。花莲的花莲市、新城、吉安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3度。秀林、万荣最低温13度，最高温23度。寿丰、丰滨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4度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2度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在卓溪8度，最高温来到22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3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2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4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6度。台东的兰屿地区气温落在21到25度。而外岛地区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3度。